叫何名字？小人名叫陈英。这个戏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、有历史的一出戏。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在中国戏曲史上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剧目，它反映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，善恶正邪。大人遣返搜捕，何曾搜取？被你曾搜取孤儿惹灾。孟晓东先生1947年搜孤救孤的录音启迪了我对京剧的审美。他在录音当中透出来的这种让人迷恋的氛围，是我特别梦寐以求的京剧。将来的婴孩是哪里来的？京剧已经来到了一个传承和传播同样重要的时代。这个时代里面需要出现更多的京剧艺术家。